像珍珠奶茶的珍珠，知道珍珠对吧？跟珍珠一样。否认了外媒的报道，他说六月没有要取消燃油津贴了。他说啊，如果政府确定要推动某项政策，肯定不会偷偷摸摸的，一定会正式对外公布。而安华还批评媒体不要只是把道听途说来的消息写成报道出街，因为这种行为啊是不负责任而且不健康、不道德的现象。那安华对于有些外媒没有查证消息来源就报道对政府不利的新闻是相当的愤怒，他形容这些外媒啊最近不断。